下落，缓波线吧，你觉得呢？真的，缓波线。买双鞋，吃口药，再吃一口，他打死了，我也大了。刚一闪找了个好的角度，然后干嘛？观众朋友们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们在漏气好吗？你们全是都在漏漏漏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你可识得此拳？塔下是吧？发起进攻，懂我意思吗？发起进攻，快，大招带进去，大呀！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能量就是质量。没错啊，哒哒哒。很舒服，继续，我空了大，不怕，问题永远都不大，没大，不好打，能不能拉？不急，拿宝君。马上有闪。陨星，按一下。往这边走，去拿他们的红，他们红没有，拿他们鸟。马上有闪现了。请求集合。我们达摩打谁？你觉得是打这种脆皮吗？不是。打中路这个脆皮吗？不是。是谁？是谁？阿桃，跑得掉？小妖怪桃，跑！打打打！对，打打，别走，别走，不许走！打！错了没？闹，打不打？哼，开玩笑。教育之拳，你们在漏油，你们在漏漏漏。回家，把手机还给哥哥，好吗？不要再乱上号了。这个人在哪？买装备。典韦在哪？在这儿。必须让他把手机还给哥哥。这个人，开玩笑，以为在这里很安全，他还过来吧？怎么玩？这个人不出来，躲草里，躲塔下，等一下，找个角度，他又要去下路清兵了，我有点愤怒啊！清这波兵，请求集合，发起进攻，直接发起进攻。是不是？还不还手机？教育之拳，错了没，朋友？好玩吗？
及，为了确保能一击必杀，破军走起来。闪现拉，有何超点位？能量就是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，开始撤退。Enemy triple kill。哎，我这闪现怎么丢不出来啊？我滑了两次了，这个闪现都没丢出来，丢出来全部死了。变人形态打他，朋友。呀呵！啊，我刚一闪，怎么丢半天丢不出来？过分了吧！小典韦还拿了两个人头，我出汗了，谢谢你，好吧，这没有出汗，失误了。你这样为我找台阶也不太好。为什么冲？我以为能打呀。你以为送了两个人头就玩不了了？不存在的。哎呀，我刚才一技能滑半天，一闪滑半天没滑出来，急死我了。能量就是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。买装备。典韦呢？典韦的下路都在漏漏漏，请求集合。买装备不着急，马上有破军，是不是可以拿个暴君？他们在拿，哦，已经在拿，可以拿主宰，要不等一波闪，看拉一手，拉一手一闪接大就有了，打不起来。神奇咪，这边打主宰了，我们还是去拿主宰吧，有点上不去。等我的破军。不慌，吃口药，还是要找机会。这波强行冲塔压力很大，先把这个红给拿了吧。闪现给了一刀，差一丢丢血，可惜了。给了个大招清兵，不理他。想一下这个下路，这有点难进去啊。呀呵，这个典韦可以，他演起来了。啊，我真的是啊，我这个一闪接大怎么又没按出来？这什么鬼啊！我这个一闪啊，我很难受，真的是搞。什么啊，我这个一闪半天没滑到，不行，我手肯定出汗了，可恶。哎，这就结束了，不行，不允许这样结束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可以，就是他，是吧，多杀两次，大招斩杀脚。哎呀呵，没事，已经赢了，感谢系统让我抬到了他，是缘分好吗？谢谢谢谢，不然我们心中这口气出不来啊。点个赞。
继续拿你哥哥的号玩。下一把。谢谢，很棒。